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Hedy， 每个礼拜六日陪伴大家已经成为了我的习惯了。无论是隔着镜头和大家分享，你们隔着个荧幕听下我废话，我们在留言、IGDM 和 Live 的时候倾偈交流，都会令我觉得既虚而又亲切的。你们会不会有同感啊？一路以来都有朋友问我几时搞个活动啦，搞个见面会咁样，但系我自己又觉得唔系啲咩大人物啦，点解无啦啦可以搞个见面会咁样，最后冇人嚟咪好瘀咯，自己又冇经验啦，点样搞一个活动出嚟，所以最后咧都系拖住先啦，或者系不了了之咗嘅。但系最近咧，我就终于好厚面皮，争取咗个机会咧，同大家可以见下面啦，你哋终于可以见到我嘅真人系咪真系好？细粒啦，好多嘢讲啦，然后成个姨姨咁样咧。如果你哋有兴趣想见下我，同我倾下偈，面对面同我交流一下嘅话咧，咁今日我就要宣布一个小计划啦。成件事是一个缘分嚟噶，首先要多谢一位观众上年问我有冇用过 Serenia 佢哋嘅面膜啦，有冇啲乜嘢 review？ 我自己系从来冇听过呢个牌子，上网睇下之后咧，我又觉得好有兴趣，即刻落单买咗一盒。点知就揿错掣啦，我諗住门市攞货啦，就揿咗做邮寄，所以呢就 IGDM 佢哋睇下可唔可以改啦。覆我嘅呢竟然係店主 Serena， 我哋两个唔知点解好啱嘴型啦，一倾如故啦，由 IGDM 倾偈去到交换电话，到最后呢係可以约出嚟见面，做咗好朋友，一拍即合呢，我自己都好感恩，佢係一个好勤力嘅女生啦。咁跟住之后呢，我就知道佢哋今年会喺大干爹嘅年宵市集嗰度摆档喎，就胆粗粗问佢啦，不如我过嚟做一日小帮手啊，我又想玩下，我未试过参与呢啲年宵的摊档啊，佢超好啊，一口答应咗我，促成咗今次嘅呢一个小企划。冇错，我就系喺 Serenia 佢哋嘅年宵摊档嗰度做一日小帮手啦。日期就会系1月28号星期五，由晏昼1点钟去到夜晚9点，都会见到我嘅踪影噶。因为拍片嘅时候未知道话大干爹市集系要攞筹先可以入去，我条 link 咧都会放翻喺 info box 噶。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，不妨过来探个班吹下水。当然啦，我亦都帮大家谋了个福利的。自己最喜欢用 Serenia 的产品呢，就一定是三文治面膜法的啦。无论影片啦 ,IG 都成日分享的。咁所以今次呢，我就争取了一个 Hedy 限定的三文治面膜大法优惠套装。这个三文治面膜法是 Serena 自创的。我跟了佢 IG 做之后呢，发现惊为天人。跟手就烧大家啦，有观众跟随咗我哋嘅步伐，话翻俾我知，不得了。所以今次点解我好坚持咧去做呢一个嘅优惠套装，就系因为我自己都系一个忠实用家嚟噶。佢咧就会系有一支嘅粉红生肌水啦，跟住再加一盒嘅 gel mask 同埋一盒嘅 seal mask 为之一组嘅。咁其实咧就唔一定系要呢个组合，因为咧唔同嘅肤况啦，你有唔同嘅肌肤问题咧，系可以用唔同嘅 combination 去解决噶。咁我一阵间咧都会略略去介绍嘅。讲咗呢一支粉红生肌水先，我直情咧有个空瓶喺度可以 show 俾大家，非常之中意用。但系一开始咧，我系对佢有少少却步嘅，因为个质地咧以 toner 嚟讲咧，佢系比较结身啦，有啲奶状嘅感觉啦。但系咧一推开咧，你会 feel 到个厚度比起平时净系水嗰啲 toner 咧系会多少少嘅。不过咧，即刻皮肤是好滑啦，同埋有个滋润度喺度噶。佢系有啲似肌底液嘅功效嘅，用嚟打底再敷面膜之后咧，你会发现面膜嘅吸收会更加好啦，个效果咧亦都会更加显著噶。然后三文治面膜法嘅第二个 step 咧，就会系用一包嘅 gel mask，gel mask 就会系咁样，一盒里面有四包，然后咧就有五个唔同嘅组合，例如面带桃花呢盒咧就会有白雀茶啦、蝶豆花。然后桂花同埋拖肥糖嘅，系咪好吸引啊？嗰啲味道。然后俾暗疮问题困扰嘅朋友咧，可以试下呢一个组合，叫做消失的痘痘。佢系有薰衣草啦、黑灵芝、地丁草同埋呢一个薄荷丽嘅。保湿放题系我嘅最爱啊！有牛油果啦、蜜糖、桂花同埋雪耳嘅。静夜丝嘅呢一款咧，就系、是、当你好大压力嘅时候咧，想放松一下就可以敷呢个复活草啦、金盏花、牛油果同埋呢一个雪耳嘅。
最后就是冬天想做深层清洁，但是又怕太干的话呢，就可以试下毛孔清道夫啦。有两包的玫瑰泥啦，有地丁草同埋有呢个薄荷泥嘅。成件事是很 flexible 的，因为我知道不是每个人都是同样的肤质，我们面对的肌肤问题呢都是不一样。好像我这样啦，轻熟干肌的话呢，我就会用保湿放提。咁但是如果你们有其他的问题想解决的话呢，都可以自由去选择不同的组合。三文治面膜法的最后一步呢，就是直接在上面再敷多一块 Seal Mask， 是有少少奢侈的，但是个效果呢真是 wow 一声的。咁今次的 Seal Mask 都是有得揀的，想保湿的朋友可以揀青瓜面膜，玫瑰纯露精华面膜呢就可以做到美白啦，紧致均匀肤色。然后有痘痘问题的朋友可以试下呢一个薰衣草紫苏抗炎面膜。所以限定优惠组合里面呢，就会有一支嘅粉红生肌水啦，一盒有四包嘅 gel mask， 同埋呢一盒里面有四块嘅 seal mask。除此之外，作为我嘅观众当然唔止咁少嘢啦，我亦都再帮大家争取咗多一个限定嘅优惠，就係、是、当日如果你 show 到有 follow 我嘅 IG 啦，同埋 follow 咗 Serenia 嘅 IG 呢，係会有多一包限定冬日版嘅面膜。呢、这、一个白桦树嘅 gel mask 系仲未公开发售噶，我哋总共准备咗50包送俾当日即场购买我嘅限定套装嘅观众朋友仔，亦都咧我知道有朋友系好想试下 Serenia 佢哋卖嘅胶原蛋白粉噶，所以咧我就问咗 Serena 啦，如果你哋系想试 collagen 嘅话咧，系可以交换嘅，一包面膜换翻一包嘅 collagen 粉啦，你哋到时话翻俾我知啦，因为个 collagen 咧我自己试过系好有效嘅，大约食翻两三个礼拜咧，已经 feel 到皮肤的饱满度啦、毛孔细致度啦，跟住里边咧系冇咁干噶啦，但系咧就最好自己试下嗰个味道中唔中意啊，所以我先至去问咗 Serena 咧去争取呢一个嘅优惠嘅。我呢个金牌售货员咧真系要拆招牌啦，完全唔记得咗讲价钱啦。原价粉红生肌水咧系要388蚊，加埋两盒面膜咧就要756蚊嘅。咁但系、做小帮手嘅当日限定优惠套装价咧是599蚊，600蚊有找呢已经有晒佢哋全部平时买嘅货装 size， 仲要我嘅观众呢係会有多一包限定嘅面膜喎，係咪好抵先？如果你都想试下呢个三文治面膜法俾到你嘅奇迹功效嘅话呢，真係喺呢个时候入手嘅。讲明先啦，我係冇佣分㗎，我完全係自荐去帮手啦，跟住之后仲要问佢可唔可以攞啲优惠俾我嘅观众呢，成件事我真係觉得 Serena 好惨，好似被逼我做咗好多嘢。但是呢我又觉得好像很好玩，又想跟大家见下面样。我亦都知道呢有些朋友仔呢可能你是想过来跟我聊聊天的，那你未必去消费呢，我都觉得不想被大家空手而回、所以大家呢都应该见过我 story 的了。我自己呢就找朋友设计了一些 chopper 同埋小吉的贴纸呢去当日送给大家的，那少少的心意啦。因为呢我知道在市集那里小吉这一世大家都不会见到的啦，他的真身。但是 chopper 呢在市集对他来讲压力太大啦，他又落不到地啦，他未必是开心的。我就觉得就算真心陪伴唔到大家都好呢，都可以有少少嘅贴纸、少少嘅礼物俾大家拎返屋企。我唔知道大家对贴纸有冇兴趣啦，咁但係如果当日你想要嘅话呢，即管问我攞，我亦都係准备咗50张嘅。近镜俾大家望下，真係有 chopper 呢同埋小吉嘅神水㗎，我改咗劲多次囉，每次都话要肥啲先至似小吉啊，同埋 chopper 嘅可爱模样呢都係好似㗎，希望大家都会鍾意啦。好期待到时可以同大家见个面倾下偈，认识一下，将你哋嘅网名同你哋个样啊把声 match 埋一齐，第时倾偈嘅时候我都会有更加多嘅记忆点，我哋之间又会有多一啲嘅回忆嘛。希望你哋会鍾意呢一个活动，鍾意呢一条片啦。所有嘅活动详情呢我都会放返喺 infobox 嘅，以免我自己又漏咗啲乜嘢啦。希望係啦，到时见到大家啦。如果鍾意条片嘅话呢，记得俾个 like 个 subscribe channel， 我每个礼拜都 upload 两条新片，逢星期六教到3点同埋星期日教到12点，我哋下条片同埋到时再见啦，拜拜。
唔好意思，我太兴奋咧，完全唔记得咗讲个地址啊！咁其实咧就会喺大江爹市集啦，即系湾仔轩尼斯道314-324号嘅 W Square 嗰度嘅摊档嘅 number 啦，到时系一楼定二楼咧，我都会喺 IG Story 嗰度公布啦。咁咧，同埋大家应该有发现，点解我呢度贴住咗一张嘢咧？唔系生暗疮啊，系有只罪魁祸首咯，咬咗我咯。咁而家系劲深嘅牙印啦。其实呢一度全部都系印嚟噶，但我应该遮咗咯。不过这个呢一个咧，实在系止唔到血啊，所以咧我就攞啲人皮胶布贴住。我第一次咁样衰去拍片咧，就系讲第一个嘅活动啦。唉，我真系劲无奈啊！不过应该大家都唔介意嘅，到时系会好翻嘅，我唔会咁嘅样去见大家嘅。OK， 好啦，我哋到时再见啦。